啊，输了，洗手队输在这里。我跟你讲，后面就输了。那这个肥料文明加上这个开局，唉，洗手队这一盘很难赢啊。他那个位置，其实这一场真的打得很精彩，但是有人在搞，有森林破坏者。哇，西头哥这一波 raid 进去，反超700分。三 P 现在才点金冠，哎、欸，那这样子 MVP 我已经可以有结果了。谢谢 BB 70块的赞助，什么时候会有游牧杯哦？I don't know, I don't know。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今天台湾时间的7月21号凌晨的1:50 ，Fox 跟中国队有一场团战的表演赛哦，那个是我礼拜四要播的，明天看起来就是要祭奠赛了，明天 Live 祭奠赛啊，冠军赛。冠军赛先不要吧，啊，明天再看啦，反正现在开始了，今天要播了，好，下半场来，西头3-1 Genji， 刚刚他们开始很久喽，波兰、罗马、哥德、玛雅，天启打西头哎、欸，天启打西头，杀一村天启。现在这边58村打55，哥德人这一盘的对家有保加利亚，哎、欸，他们罗马加哥德两个步兵国在那家、欸，哎，好屌、喔，有料吗？他、啊、这场一个宰口，两个宰口，三个宰口，四个宰口，哥德，打保加没料，真的很难打。98村打98村，哎哎哎，你好，哟呼！西头哥没上墙哦，起箭塔。村民开溜，刚好漏，遇到，拼点，怎么有村民？你队长放人，不给码头，Dragon Star 不给你开码头啦，不给你开的啦。来一次，77，还有一只狼哦。阿爸杀杀
站着。想开干，妈的嘞！哎、欸，来了来了，凌晨两点场，不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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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啊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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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啊！哦，开军营。箭塔，箭塔！村民走了，村民走了。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卡米嘎哇，卡米嘎哇！哎，卡米，卡米，Dragon Sun，你可以骂他，妈的，操你的，真的哎。卡咪，你是在空？哎，猪队友！哎，哎，这时候 Dragon Star 就一脸想靠背了。哎，啊，这是队友，哎，哎，哎，你已经是歌德很烂了，哎。里面两艘爆破船哦！哇哇！炸你的鱼，弄你的节奏，阿米嘎哇背锅，这肯定要背的。这个，你看那个 Dragon Star 多么用力在手。两个码头啊，你不用吃鱼了啦。卡米嘎哇！哇！忍者龟了啦，卡尼卡尼了啦！哇！干歌德就很烂了。哇，没守住哎、欸！Dragon Star都帮你拼一点啊！啊，输了，七友队输在这里。我跟你讲，后面就输了。那这个肥料文明加上这个开局，Genji几赚啦 ，Genji几赚啦，他鱼都打掉啦 ，Genji几赚啦，鱼都打掉了，十九村呐、啊。西岛没有围墙啊，他法式浪漫，他不带套的，他很正常。啊，这边这样子有 OK， 啊你这里啊 ，Genji 也是搞到那里去。哦，就碎就碎。这边塔攻打塔攻。怎么又有人选歌德哦？欸，因为有 BP 啊。Genji 这里336村，欸，我觉得这一盘完蛋了。看那歌德加 Genji 这样搞，不行。Genji 后面还有鱼，他三倍鱼网。现在这边第一盘开局，西头队有人放火，而且是歌德。西头也有放啊，但是他自己没事啊，从他这里进来的。哇 ，Genji 这样这么能搞，是不是？匈奴三 TC 有鱼，罗马有鱼。就你这里渔船，人家已经40了，你才15，你歌德到底在干嘛？农田6100，打8100，打7900，啊，你不就洗洗睡了？
哇，经济输很多哦。你看一村的破坏力有多大？一村。那个俗话怎么说？一颗老鼠屎坏了整锅粥。在里面放个屁，你就顶不住了。现在这边匈奴加保加的话，直接那个啦，双手剑兵啦、啊，直接找哥德人啦、啊。玛雅的湖在这里，哇，你们这个图很烂哎、欸。玛雅湖在这，米嗨的湖在那边，这边他还有个宰狗要守，啊，你的经济圈在这，好啦，买单了。原来不用去思考到说会播到很晚，有人在搞。哥德人赶快要压宝咯，压宝在这附近哦。可是你要上的晚，压宝在这啊，这个鱼去死，去死。这边后面打火枪兵，伯根利火枪有伤害加成。哈哈哈 ！QQ，QQ 了 ，QQ 了，这里真的 QQ 了。唉，骑手队这一盘很难赢啊，他那个位置。他那个位置，因为还没升级。哎呀呀，卡咪，你把一手好牌，哎、欸，不对啊，你也不是好牌，你这个歌德是烂的。哎、欸，来喽，又是一样的画面。你选歌德，我选保家，完美 counter。来喽。再开，先砸村民。好，过了，好，游侠了。好啦，结束了。这一波哥德出关用什么打？我问你们，哥德到底黑森林到底要输几次？一豪，好久不见。好啦，这一波哥德怎么打？我问。我就问，欸，他直接站在脸上盖宝，开码头在这里也行啊，渔船就在这了。欸，这一盘是跟西头毫无关系的那种，欸，有啦，前面有跟他有关系。好，这边直接刮痧刮起来，跟几队躺分。哇，哥德人要跟我们昨天中台致敬啊！哇，哥德，当对手有一个步兵果的时候，我看你哥德怎么打。保加利亚刚好又遇到你哥德，笑死。好啦，你要不要上？点重火，手撕城堡。这一盘 MVP 是 Genji 吗？你们觉得是谁 ？Genji 加歌德，秒杀局。而且这里高地伤害加成，你这个堡最好守得住。然后你后面几兵嘛，对不对？没剑勇嘛，对不对？干一个歌德在黑森林出火枪。
又被精华，手撕城堡。好，烟进来了，来看一下这一波哥德人守得住，守得住。哎、欸，我觉得不用转播哎、欸，我觉得不用转播哎、欸。刚刚我转播那个码头之后就结束了。哈哈哈哈啊 ！KD 多少？第一波73死22，稳定发挥。哥德人到底要怎么玩游戏啦？哦，他这场又码头被搞，整个队友就因为他一个哥德人这样子，哎，这是 team game， 这是 team game， 团队游戏。但是因为你这个哥德这样子，队友不知道怎么跟你玩。很想一起打 solo rank， 很想跟你一起打 team game 啊， team rank 啊， rank 不了。低头哥下路的马赶快来，还有一个百夫长精英，精英百夫长各种马类来了。你啊吉娃娃嘞，阿米嘎娃，刚刚那个码头漏洞，心里那法师浪漫开始 FK 开头系列了，有没有会吗？重头加上保加剑兵，而且他现在还没点金冠哎、欸欸，打哥德不用点金冠，绰绰有余。西友哥也有搞啦，但是他那个没有想到说出了那么大的包，想说玩一次，结果玩一次就真的人没了。塞得回来吗？待得回吗？ Genji 在哪里？ Gen 哥， Gen 哥这里开一条路咧。喂， Gen 哥用什么打？ Gen 哥没有看到你的身影哦， Gen 哥， Gen 哥，但是火枪加保加就可以打你这里了， Gen 哥休息都没关系。哎哎哎哎哎，不可能西头家里这么好进的吧？喂，这村民直接走过来是怎样？浪漫满屋哦！哈哈哈哈！这边大冲车加头车来了，看一下有没有机会洗到，稍微拉打一下，火枪兵往前顶。游侠抖动一下，羽射手一发下去，浪漫满屋。Genji 要打什么东西不知道，枪兵加强弩。游侠这边匈奴马爆一波，工作效益提升 20%。草药治疗不用了啦，草药治疗。你要治谁？一发下去，羽射手就没了啦。草药治疗，哎、欸，草药治疗可以吗？草药治疗是可以的吗？这里刚已经已哭一发了哦、喔。往前顶，火枪兵往前顶。拉回来，好，这边把房低掉，抖动一波，好，往前顶，往前顶，哇，这格子马加精英百夫长很多 ，Genji 嘞 ，Genji 嘞，
并且还在混，现在还在混。哦，天哥，天哥还在混哦。哎呦，金冠有点吗？哇，聊天室。舒服的精英百夫长被砸还是要死，火枪 biang biang biang， 火枪兵输出，哎，输出啊 ，lucky 输出啊。伯根利呢？火枪很猛哎、欸！马来来了，煮好了，骑兵加强弩，弹道学三攻，西头家里补两宝，等一下还要守自己家，累死！你来这边鱼射手是精锐吗？精锐加火炮。现在这边553顺打541，往前顶往前顶，好，这上往后拉，火枪兵往后拉，好，这边抖动一下抖动一下，现在550顺打539，羽射手亮起来咯，又要爱了一发，游侠现在量也少了，开始做贸易，强弩兵火炮推炮进来，西头哥守一波，完全没得没办法守，因为没三防格子嘛。准备进来，喊鸡鸡，哇，是跟几队晋级吗？草药治疗。草药治疗，左边为什么没有重头文明？不知道，因为他是浪漫满屋，浪漫 BP。哇，浪漫骑兵上去打，来这一台车子爱了一发，走走走走走走，车子车子车子。552吞打529，现在游侠拉回来，抖动一下，羽射手，羽射手，我靠，哎、欸，西斗哥吸起来嘞，哎、欸，浪漫盲屋好猛哦、喔，你别跟我说你这样子带的队友吸哦。哎、欸，西头哥发飙，西头哥，怎么感觉好像有夹住啊？哎、欸，不太对哦，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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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哦，伯根利出海战啊！哎，没打到，但是这边被压掉了、欸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危险呢、欸！跟几队？跟几队危险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
扑朔迷离哦。精锐哥的卫队起来了，米开的羽射手也起来了，马来刚刚停了很久的时间，成也跟哥，败也跟哥吗？马来后期烂的要死，这样。越来越奇怪咯，上高地，哇哦，哇哦，哎，浪漫满屋队，歌德前期这样子搞一波，死那么多人 ，Dragon Star 米嗨加西头。2600、2700、2700，反打，没有头车也 OK， 超死而无憾欸，浪漫满屋超级死而无憾。那、啊、你几兵多一点会输给他，干，这有可能。跟几滴血冲啥？跟哥，没有啦，四强战不会放水啦。你不用讲说他放水，你就直接说他很水，你就说他后期很水就好，不用说他放。对呀、啊，理应来说这个画面不可能输啊。几兵按好按满加强弩会输，拜托几个嘞？那我扣零。哦，挡上来了嘛！哎，但是这里三批菲利皮斯一直去送头咯，不对哦，不对哦，西头队军事拉起来了哦，紧张了哦，哇，西头哥的风格就是先乱来。然后再逆转，六批被进贡了这么多钱，哇！是 Dragon Star 在 C 他是不是？精英百夫长在 C 是不是？有可能。浪漫满屋下路失守了，哇！这个本来就要失守的东西，靠！西头刚刚又上又下，又上又下的。你跟吉虽然前面有弄到码头很屌了，可是不 C 不行啊。现在这边队友过来帮忙 ，Dragon Star 骑兵过来帮忙，跟格子马一起上。低头哥的排程你们看一下，黄金已经盖到最底了，浪漫满屋没有再存钱的。浪漫满屋火炮反推，马来死去，马来死去，哇，西头哥，哇，大场面大场面，四强战大场面，海上德罗蒙游侠 一次来几只？50只，我只有叫一位，没有叫50位。哇，这边再反推一波 ，Lucky 加头车上去帮这里羽射手洗一波。后面这个头车有可能洗到火枪吗？洗到就神作了，洗到就神作了。哇，好精彩哦！好，拉一下，拉一下，洗一波。
哇，羽射手在下路帮忙啊！干呀，干呀嘞！哎哎哎！喂，羽射手在下路帮忙。中间有精英百夫长，西头队跟他跪，这里是高地哦，不好打的咯。想打Genji这条路没那么容易。阿桑来了，羽射手。中间战况如何？现在这边走上面了。现在走上面，这整坨兵下去哪里？整坨兵，哎，三 P 开路好像有点怪怪的。喂，你队友好像都跟几队宕机哦，海上德罗蒙哦，这边放一个百夫长去清一下头车，下路失灵，没有黄金，跟几队要被翻盘，你敢信？歌德开局长这样子，你敢信？队友三个队友。爆干强欸，哇，西头队打发死有料吗？海上德罗蒙康特你头车火炮阵，歌德找到你的价值，将功折罪，海上头车将功折罪，干，这三 P 在砸自己的车子欸，你们有看到吗？还在砸，下路裂开来了啦！哇，哈哈，哎，跟几队从赢的变输的，哎，一手好牌，前面把歌德打到歪掉，结果呢，西岛队。打得很精彩，是很精彩，但 Genji， Genji 队在五分钟以内教你学会怎么样宕机耶，昨天 Philippines 有这么菜吗？现在游侠又来下路帮忙了。这个开路真的会急死人欸。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顶出来了。三 P 是森林破坏者是吗？三 P。三 P 真的是森林破坏者，欸，他在里面盖 BK， 下路现在呢，525村打536，现在马来象起来了。贸易的话，20台、30台、36、18，其实很少。
算呗。现在这边百夫长进来杀人哦，有一队进来喽。火烧不忘坡的概念吗？火烧不忘坡。是。现在这边停住了，时间停住。哎、欸，这个森林真的是，整个给他三批，毁了多少？他毁了多少森林？哎、欸，这些森林都是他拔的、欸，他弄的、欸，在三批，准备进来了。哦，这边终于有机会了。哇，百夫长在这里！哇，哎、欸。百夫长在这边，你们看一下。哇，百夫长！啊，他直接让这个马车卡住，以外还在这里砍。哈哈，我快笑死。今天有进来吗？下路呢？哇！哎、欸，原来是西头哥62只格子马。西头哥62只格子马，雄壮威武。今天伐穿森林，越过这个河流，越过这个湖泊。海上德罗蒙现在只能看戏，越过这个湖泊。江面这边呢？打到。打到！哇！哇！我觉得这场玛雅真的玩得不错，玛雅玩得不错。然后歌德完全不出那个会被虐的兵，就是出火炮、跟火枪、跟枪兵就行。吉头哥后面有火炮塔哦。开始做防御喽！来了来了来了，大场面来了！这边很难守。西头哥的格子嘛，刚好60只一对。天启零黄金，他有没有在进贡啊？Gen有给钱吗 ？Gen 没给钱，黄金只有零哎。看样子今天的四强有得打了，下半场，这个有得打了。518春打517，羽射手73只哦，而且他几乎没有被砸到，百夫长进去超扛的，屌了，哎、欸，越来越接近分数喽。Jason 晚安，今天宵夜点了吗？我刚刚去吃过了。下路呢？下路呢？下路呢？火炮塔超多，要上不上？要上不上？现在天启队发动总攻，天启队现在发动总攻，西头队各种防守，西头队分数反超 ，signal。
西头队的防守阵，西头队的防守阵拉起来了，没有头车一样能赢。我必须说，米嗨这一盘玩得很好。我必须说，米嗨这一盘玩得很好。玛雅人能这样子不错，真的。而且他歌德还放水哦，还那个哦，水一波，前面水一波。这一场西头哥这里下路也很猛啊！啊，刚前面还有帮上路，现在要帮下路，现在这边来了，单挑有没有？米嗨在这，后面有头车，分数反超再反超，开尬了，开尬了，拉一下，这边灌进来，羽射手难扛。兵种不够强，羽射手终究是羽射手，能赢吗？能赢吗 ？Dragon Star 这里，哦，这谁的神宝掉了？但是这个天启队的黄金短缺被清掉了，被清掉了，被清掉了。女射手很 C 啊，下路这里火炮打火炮，加上船都来了，好精彩耶！下半场的四强屌了。女射手上去秀吗？哦，歌德卫队这里想开路进去玩吗？难道有没有潜龙点影？哇，这边连围墙都上了。精彩哦！我看样子今天一定是早说六点的啦。聊天室有没有心理准备？跟到几点？三四五六，来给你们数字选。三四五六七。聊天室醒着的。今天跟到几点？肝开始痛了哦，肝开始痛了哦。五二六三六六五四七三四八三点五五六六七八八八。我七四。白痴，我觉得这场会打很久。希望四就好，他现在这么怎么可能四？现在这个节奏怎么可能四而已？好精彩哦！哇，飞进去了，顶不住了，飞进去了！打火炮，打火炮，结果马都死光，被射很痛。火炮后面有七九台，米嗨这边快到贸易线了哦！看这个三 P 在砸自己人呐、啊，干！三 P 刚刚一直挥到七 P， 他妈的 Lucky 是你养的狗是不是？好像在叫什么 Lucky 来 Lucky 来，加分加分！干，你再给我看到一次三 P 砸七 P 试试看哦！我跟你讲 ，Lucky 这边不排除提高哦。难怪那个 Lucky 的火枪不敢往前走。哦，来了，大场面！啾！哇！一波锅酥咬，爱的抱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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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蹦蹦蹦！
欸，要用羽射手血战成这样子不容易，要用羽射手血战成这个右边这个这种黑科技的不容易啊，没中头跟那个有中头的打成这样，你妈的给你挤洗洗睡了。哇，杀很大，顶进来了，分数虽然很接近，但是顶进来了。西头队压力很大，西头哥这边遇到很多大象一直在囤，得想个办法，得想个办法。阿哥的人这边盖军营是想干嘛？现在这边玛雅点中头，三 P 你一直要去打德罗蒙干什么？你不是之前玩得很猛吗？昨天经过我一吹，你今天怎么打？你很飘。现在反而是左边的黄金比较多，左边黄金很多，右边资源很底，但是还是有囤到。其实我觉得左边的问题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左边的问题是精英百夫长没有囤一波，然后 Dragon Star 这个。他那个精英百夫长太少了。感谢水饺加入我们的会员，感谢你在我们这个四季寒冬里给我一份小小的赞助，谢谢你，感谢你们。又退回去了，我们的 YouTube 社群文章里面有那个 YouTube 的会员社群。完了，血尿局，欸，今天第一盘是大家梦寐以求的血尿局，凌晨要三点了，心脏不好啊。三 P 他到底在砸哪里啊？你们我想问一下，三 P 的头车。三 P 的头车到底他想干嘛？哎，火枪兵再走进去一点。销魂啊，销魂，销魂，销魂，真的。走上路喽，打冒一线喽！羽射手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米哈，米哈，米哈，人生海海，人生海海。哎，西游哥进来了。
系统哥来了，系统哥来了。同一时间，下面大象进攻。洗头哥中间乱干贸易，四十只格子嘛，能不能再把分数反超？哇，这里流很多血，那个五 P 是没有黄金的。五匹没有黄金，五匹没有黄金，他马是一直在按的，好精彩哦，好精彩哦！说真的，洗头哥，这里杀多少人？哇，哎、欸，那马车掉很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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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分数反超，浪漫满屋，七七七了。五匹的排程游侠只有七只而已、欸。干！其实这场打得很精彩，其实这场真的打得很精彩，但是有人在搞，有森林破坏者、啊。哇！西头哥这一波瑞的进去，反超七百分。哇，圈粉了，圈粉了！然后这边又守住。哎、欸，最近洗头哥真的很喜欢哎、欸。哇，菲利普斯，菲利普了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洗头哥这一波进去士气大增哎、欸。好精彩哦！哇，跟几队原本赢的变输的，这一场一定是精华了。来，先影片下方留言，请问这一场是西头队打得好，还是跟几队打得烂，还是某一个森林伐木者怪怪的？你们觉得 MVP 要给谁？八 P 没有六 P 嘛？六 P 因为前面。因为这盘大家都很顶尖，八匹吗？我觉得可以。吸头吗？我觉得可以。吸头对这里 MVP 我就选两个啦，米嗨或吸头其中一个。米嗨跟吸头选一个。三匹问题很大。我是问那个影片下方、啊，三 P， 那如果是西头队的话，是要给西头 MVP 还是给八 P 呢？是给二还是给八？很难给。玛雅其实打得很好，玛雅其实打得很好，可是好像玛雅又不太敢给他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那个三 P 头车。应该是米嗨最前面歌德被烧，还是因为西头没带套？雨射手上高地，一发没有，哇！后面的火炮打到火枪，哇！崩了崩了，兵败如山倒。
KUO 晚安，各位观众晚安，还没点赞的点起来。有哎、欸，其实凌晨三点有300人，很知足了啦。其实我很久没这么熬夜了哈，给我们看到一个史诗级的。围着玩，真的不考虑其他的场次，明天播吗？明天早一点播。哦，你的意思是说七八点播？可以九点播剩下的，可是明天还有凌晨两点呢。短金冠老鹰，我跟你讲啦，如果真的要讲的话，哈，应该明天早一点。三 P 现在才点金冠，他原来一直都没点哦，他前面没有点是没错啊，一直没点，哎，那这样子 MVP 我已经可以有结果了，哇，打了一个小时20分钟。Genji 的腿要断掉了。Genji 虽然 Genji 刚刚也有点问题啊，但是我觉得上面，我说实在的，就算 Genji 前面帝王上来有点水，那又怎样？他前面都把歌德给弄烂掉了，对不对？ Genji 上面都把人家弄烂掉了，他水一点怎么了？他水一点怎么了？哎，上面这边，哈哈，哈哈，哎，四强战出现严重失误哦，严重失误。严重失误。哎，好啦，我先问你们，等一下这盘播完。时间的关系，你们觉得明天我八点开播，我八点开播，明天晚上八点开播，然后接祭奠赛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啊，我们这个 EP 22把它变成是上半场跟下半场，要吗？你们觉得？啊，不然我看你们很多人四点要睡啊，三点啊，我看他们不会结束啊。明天开八点开播。啊，不然这个打下去要打到民国几年？中午了啦。
哇，那三 P 前面头车，哇，这锤子进来刮。啊，不行了，不行了。哎，这盘怎么？我已经请好假了啊！你礼拜天要上班吗？原本。哎、欸，其实还没分出胜负哎、欸。SBC， 感谢你78块的港币的赞助。新加坡下飞机怎么还在打？你是说从现在1小时25分了？吃鸡帝国好看就是这种打到头破血流。好扯哦！宇宙重力平衡，羽射手加戟兵加罗马白夫斩。老鹰进去了没有啊？米嗨真的打得很好，走位真的很精彩。岩脊这里的剑阵一样死守，这边火炮塔一样死守，只剩下这边有机会。哎呦 ，Captain Shito，Captain Shito， 这边是浪漫满屋航空。现在你们的目的地是 Genji 家，跟着一起飞，人在飞，走了。哦，这边砍进来了哦。哦，哦，哦，他车子有在看呐、啊，西头哥，你看他车子有在看。
Vitajcie. Hey. 吸手顶级反应哦。不行啊，这一波砍到太多了。哇哦！哇哦！哎，这一波金银白布哪来啊？首哥了，确定？哇哇哇哇哇哇哇！跟起来了！跟起来了，跟起来了。但是贸易在这，改到这里了，不是，他原本就在这。哎，贸易在这，不怕。单批的车子是真的少，改出弩炮。保加利亚改出弩炮，米嗨的杀戮比 KD 你自己看，1500杀600死，我觉得他打得很好哎、欸，一个头车文明只有这样子持平的 KD 输了，因为有一个小时20分钟没点新冠。我觉得 Genji 队如果这盘输掉，后面不想赢了耶，累死哎！哎，好啦，我确定啦，我确定啦，明天八点播后面的，不然这个四强战这样子，我身体有点痛了，有点不太舒服，不能太熬夜，好不好？来四。等一下，明天晚上八点开工 ，OK。然后视情况七点，八点、九点、九八、九十，不对，可能是八点或九点，哎，不对，应该是九点开始，九点开始就好。九点开播到十一点啊，十一点祭奠赛这样子啊，冠军战是不可能的。主播可以二倍一下。我们现在是 live 的，没办法二倍，明天可以二倍，今天不行，今天这个已经这个那样去龙潭夜市逛一下，回来刚好。哎，有龙潭人哦！哎，龙潭夜市是新的还是旧的、啊？我还没去过哎。妖修，还没结束。我跟你讲，这个火枪兵应该是输出啊，162杀。西头哥。这边玩躲猫猫又是一二 P， 但是这里的工程器、这个宝，加上这里的兵量，我们要恭喜。我们要恭喜西头反败为胜吗 ？MVP 八 P， 我觉得我要给米嗨 MVP。我们是一个正向的频道，我们是一个正向的频道，绝对没有在抓战犯的，好不好？什么 N 什么 C 什么 H， 我绝对没有在抓，我绝对没有在抓战犯。我 MVP 给八 B 啊，至于你们呢？哦，你们之后这场给大家自己公审，自己公审，我不说。
哈哈，哦，哦，这场的标题就是 MVP， 你给谁？史诗级的。看完这一场，你们觉得 MVP 是谁？各有自己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那个特色。玛雅与射手，好，我先点评啊。玛雅与射手，这里玛雅9.5分。歌德其实老实说，后面打得不错，给8分。啊，不要了，7.5，这个歌德7.5。Dragon Star 有9分，西头我觉得也接近9.5，对，这边分数给很高。Genji 前面开稿，但是中间有停顿一下，但是其实又很正常发挥。Genji 可以给个9分。好，3P， 3P 我先不评不了。5P 游侠其实一直都做自己的事情，就是游侠做游侠事嘛。哦，这个游侠给8.5分。7P， 8.5分。好，那3P 金冠没点，不好说。哎，靠背哦，又反推哦，喂。点化学会让投石车的范围变小一点，没有错，没有错，所以化学我就没讲。但是那个金冠很离谱啊！再来是这里又反推，但是原来是他妈的，给我他妈的七起来！刚刚基友哥几分？9分是不是？九点五分，收工，浪漫满屋进来。浪漫满屋进来收割了，哇！哇！哇，打了好久哦！哇，这场真的是头破血流哎！投石车阿妈来了，米哈没砸到。是米嗨屌还是3P？等一下，我看完米嗨的这一波，米嗨10分。VP 从西头再变米嗨 ，MVP 从西头变米嗨。这个这没砸到，哇！哇、哦！树都打掉了，雨射手当然一直跑呀。有道理，有道理。那 MVP 浪漫满屋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你们看一下这里的树，你们看一下这里的树，这里原本都是森林哦。你们先看一下，没有村民在这边伐木的哦。那左边有头车吗？我问一下，左边有头车吗？左边没有头车，左边没有头车文明。啊，这个树木是谁开的？树木是谁开的？不好说。爆了，爆了！树木是谁开的？哎，但是这里。田启很用力在打这里，田启很用力在打。中间这里凸一块，干。脑袋上面地中海，3P 弄的。
哇，米哈伊打得很好哎、欸，女射手打得很好，他把那个重头给打掉很多。米哈伊打得很神呐、啊，其实米哈伊打得很好。猫翼虽然还有，但是兵有点起不来。马来这边没有哎、欸，兵还在224哎。还有聊天室没有点赞的吗？我们给他冲个500赞好不好？准备收工了。突然肚子好痛哦，为什么？拖到肚子痛了啦。哎、欸，那这样子事实证明，我们的真的观众都点赞了，真的。你看307人对485，全员点赞。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515哎、欸，被骗一波。哎、欸，怎么又打回来？刚刚的面不新鲜吗？不是，我吃微波的。哎、欸，等一下哦！等一下哦！怪怪的哦！哎、欸，其实你这样看哦，其实人哦死了就是一坛骨灰啦。说实在的，你看你们真的这么多。上帝视角就是这样，人民跑贸易。有没有？人类啊！世纪帝国是社会的缩影啊，夜深了啊。这边人民跑贸易，社会的缩影哎、欸、真的哎、欸。这边夜空中俯瞰这个世纪人生。这边又打回来哦、喔！哎、欸，这里又打回来、欸，哎、欸，不用睡了。雨射手，你们要小心哦、喔！你们要小心哦、喔！哎、欸，说实在的，看到有点越来越不舒服了。谢谢南侧我们马来西亚的观众加入会员，感谢你，爱你。你上次有问那个嘛，竞技场波西米亚嘛，我记得南侧，我记得。哎、欸，是说南侧，我想问一件事情。你跟罐罐一起在打团战，你说的罐罐是那个罐罐吗？是那个 YouTuber 罐罐吗？是吗？南侧，南侧你在不在？你说跟一起打的是那个 YouTuber 的罐罐吗？看主播崩溃或者怀疑人生是一种乐趣，靠杯啊！他这里是真的很无言的那一种、欸，哎、欸、哎。雨射手就真的本来就该，我跟你讲啦，好啦，我先跟你们讲啦。左边本来雨射手这个阵容就是要输的，靠腰，妈的嘞，40-50分钟前可能就要结束，就是左边输啦。看这个阵容是这样子，这个没点金冠，没有直接把哥德虐爆，然后自己又砸自己人，然后又这里森林全部都你砍的。
哇，真的很醉。就是那个罐罐，绿色手，怎么又怪怪的啊？没力的哦。等一下，有人肚子痛吗？不是啦，黄色菜根上你160P 干嘛？干你啊！他160P 干嘛？你有进攻很多吗？玛雅进贡给西头46000，米嗨在 C 啦，米嗨在 C 啦，啊，你 Dragon Star， 你 Dragon Star 这么多村是18、85、19，你们贸易好像有点多，好像又翻盘。西头哥3度进去85，走这个阳间，我靠，这个大象也进来，羽射手穿进来喽，我操，这一场真的干巨史诗，我跟你讲，你现在年轻人来看电竞打这个，我跟你讲，他们不知道我们在干嘛。一场比赛可以2小时，你敢信？羽射手往前顶，我上面要攻上一波。TAG 的滑鼠垫以及帽子还有衣服呢，我们现在正式发售中哈。我们的影片下方呢有这个贩卖的连结哈。滑鼠垫这么大一个，滑鼠垫这么大一个。然后帽子呢，现在我不在身边，因为呢刚好没有。好，帽子，看一下用帽子。啊，随便了啦，现在要聊天又聊天了啦。好啦 ，TAG 的这个周边商品，有兴趣的支持起来了，支持起来了。这边给黑森林自己打了，就这样了。好，这个帽子旁边有这个 TAG 的 tag。衣服的话就官方自己看了。这有人进来看，这一场真的是缩影异国文化。
哥德死了三千一，哥德死三千一。Jakieś rozkazania? Do waszych usług.欸，我觉得真的啦，打久了下去跟几队会赢啦，只是那个 3P close game 能力真的，我跟你讲左边的阵容就超级难打了，真的。我跟你们讲，左边的阵容就超难打，右边早早是一定赢的那种，但没有想到，你看这个羽射手，这个米哈打得多强啊！这一盘，关于这一盘来说，他还给了大量资源呢。到底谁会胜出？看阵容就是右边一定赢，但是左边又发挥得很好。
鬼之队伍，右边又发挥，左边又发挥的很好。你看这个马来象这么坦，右边这个阵容多么强啊！192杀哎！我到底看了三小？西头哥又从这里有锤子进去了，双方还是僵持不下哦。但是刚刚我说777，结果呢？军团兵来了啦！哇！坚哥来了，坚哥 Elephanto， 格子马绕过大象，格子马绕过大象，格子马绕过大象，上去打火炮，穿过巴巴，灵车全掉，灵车会吗？会吗？没有。没掉，军团兵加百夫长吗？两边马国都烧到干掉，你看匈奴跟那个罗马烧干，经济配置长得差不多，完美啊！这个四强战真的太好看了。哦，分数拉近了哦，老鹰串进来，锤子大战这里，锤子，我看一下。锤子猛哦！锤子打那个双手剑兵，锤子屌打啦！破防单位锤子屌打，哇！锤子屌打，哇！锤子屌打，马来象不好挡哦，马来象不好挡哦。下路西头哥战况告急，胜负未分，胜负未分。下路马来象加强弩守不住，分数又追上来了，意志力大战呢、欸？聊天室还醒着的，帮我打加一，我知道一下好不好？两个小时过去了，你看哦，还好刚刚我有去吃宵夜哦。谁他妈说四点结束？谁他妈说四点结束？谁刚刚说希望四点结束？接你个老师啦，接你个老师，不用接了啦，现在宇宙重力平衡的啦，加，全部都加。行啊行啊行啊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有多少了。
明华伟伟豪伟豪六一八名字，还四点结束哎，假卡拜嘞。詹姆斯水饺，光智，哦潜水的 ，EO 潜水的 ，GI 潜水的 ，EOI 潜水的 ，IN famous infamous dragon。看到呆字的 ，YIN， 国任，嘉瑞，我跟你讲，真的，欢迎早安早安，哎，我跟你讲哦，我刚好像半小时前有这样看，对不对？哎，等一下大家，好 ，OK， 好，大家你看哦，好，大家你看哦，大家你看哦，我们半小时前是这样。好，半小时前哦，半小时前我们是，但是跟几队的分数追上来了，哎呦，跟几队的分数追上来了，哎呦哎呦。希望可以看到黑森林打到没有木，抖 M 是不是？抖 M 是不是？黑森林打到没木，我先去睡觉哦。我先说，哎呦，1.39M， 大家有1.39M， 你跟我说要看到没有木。娘骂嘞！这，嘿嘿。哎，好像马来人这里，巨石四级，我觉得累了啦，看的人都累了。第一考队的分数输了。Tito 队的分数输了，但是等一下过来会面临到海上德罗蒙，笑死！海上德罗蒙，Tito 哥急了吗？马来毛相符便宜起来，受不了！哦，走进来了。老鹰从后面，中路嘞，中路嘞，格子马进去，浪漫满屋几次进去了，四度进去。百夫长全部顶起来，资源到最底了，资源都到最底了。龙星八十九贸易，龙星哥不要再贸易了，阿多哎，你给钱很多吗？你好像给很多钱，好了算了，他怕穷死。来，我们今天凑成，虽然以现在的直播，我跟你讲 ，YT 现在有人
有人说好像 YT 的显示人数是不对的。我是不管到底现在聊天室有多少人啊，那还没点赞的先点赞一下，让我确定一下。这 YT 直播怪怪的，是不是？发生什么事？发现下面代志。啊，我看到有点不舒服嘞，胃好痛哦。哎，又进来了啦！开投票就知道了，是那么多人睡着了。女孩，两小时过去了，你还在吗？哎、欸，黑森林有播过这么长的吗？我不知道。54票，59，62，65，71，82，88又95。No 是怎样 ？No 就是睡着了又起来了。哎，干娘又推回去了啦！剩152人呐、啊，白痴！干，有100人，有100人睡着，158而已，158而已，159。哇，158是大概2021年的直播人数啊，164、165，哎，那确实现在是真的人变很少了。刚醒算吗？可以啊。等一下，为什么又推回来了？我到底……怎么又顶回来了？分数进去杀贸易了。哎、欸，你看一下这里的森林。哎、欸，你们看一下这里的伐木场。你脱光陪我怕不怕？不怕啊，不怕啊，怕什么？193票，195票。龙星哥97加满啊，97航空哦。干。你们有看过这个贸易是这样的吗？战斗还在持续耶、欸！哎，我们现在在，我们现在在见证历史哦。这个长剑兵，这个军团，这个长剑兵先不要出来啦！
冷冷，谢谢你75块的赞助，主播加油，有你在不管多久都好嗨。是这样吗？可是感谢你，是这样吗？你看这一个中间这样子，你嗨了起来，干这个。这边那个森林已经挖一块去了，这里也挖一块去了。啊，菲利皮斯可不可以补个伐木场啊，兄弟？黑森林，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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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玛雅没钱了，军事补不上来哦。排程没有，排程没有。西头哥队快干了！安居吗 ？We going for wood game, boys. Get ready.Genji 队跟自己的队友说 ：“We going for wood game, boys. Get ready。”干两个小时十一分钟三十三。哎，我要给你们看他说什么。他还在这给我信心喊话哎、欸，他还在给我信心喊话。我把电视关掉一下。哎、欸，他还在给我信心喊话。有看到吗？你们看到吗 ？We going for wood game, boys. 编辑，你很有精神。不行啦，西头队谁拿第一盘拿天下吧？他们这样打完第一盘不用休息吗？哥德死了4300，我跟地杀了3700，我跟地火枪兵杀了3700。就他妈歌德咩，歌德就烂啦、啊、歌德就烂啦、啊、但是重点是为什么左边没有头车可以跟你们打到两个小时十五分钟，你们想一下 Genji， 你想一下为什么你的队伍打左边这种阵容你可以打了十五分钟，两个小时十五分钟，为什么你还在那边给我 get ready 咧，阿妈卡好咧，你妈的！你不是留言要说干你娘嘞？左边都没有头车，还有歌德给我打两个小时，再他妈给我三 P 给我乱打，给你踢出去哦！这样子，哇，心态很健康这样子哦，是不是？心态很健康哦 ，Get ready 哦，对手不投降，我们也没有要投的意思哦。哎、欸，结果我们只有238票、欸，哎，等于说有50位真的挂机了。龙星有170 P 啦。你有170匹，你钱很多。
这一盘那个 Lucky 的火枪兵在 C。哦，有头车就是香。哎、欸、，Dragon Star 有75只精英百夫长在等出生，他贸易做到100啊！但是你的兵想投胎出来啊，100贸易。四 P 在搞了是不是？那个控制不好哇！哎、欸，你们看一下他的那个左下角。龙星囤一波资源，囤大的是不是？那、啊、这边有50游侠，右边有游侠，加头车加火枪超猛，我真的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们讲，我跟你们讲，我真的看不懂右边为什么打左边的阵容可以打这么久，我真的看不懂。龙星还在按吗？龙星哥，你要带着钱去死了，龙星。102贸易，我干你老叔！等一下，九村。低到九村，贸易再低，游侠进来了。现在这边 Dragon Star 他总共有69只百夫长出不来，他自低渔船，他自低渔船了，他自低渔船了。Come on, man！ 百夫长要跟游侠对开，但是因为右边的这个火枪输出太高。哦！哎、欸，西奥哥中六月怎么一回事？米嗨的中头想开路，米嗨的中头想开路，因为他这边被白嫖一波。百夫长，顶住！西头的鸽子马进来了。哎，这一盘真的是。哎、欸，这一盘真的是这样、啊。2小时多了。推回去吗？推回去吗？百夫长出来了，这边开路解掉，
Jarvis。我觉得这一场要用首播哎，不然让大家看到那个时速，他们会吓到。这就是最经典的黑森林，黑森三小是不是？请问要打黑森三小吗？三小时是什么概念？人家去演唱会，从家里出去，听完演唱会回来了，我们还在这里。哇！娘嘞！西头哥这边的马又想杀人，谁顶不住了？谁顶不住了？终于，是谁顶不住？百夫长四十只出来喽！手速啊！118跟103这两个人，那就是选手的胜负心。但是 Genji 你好像没有肉的哦。科德有200多只几兵排成。锤子进来。这边的宝在排了，七批帮三批修宝，盖码头了，天机。谁都不想输。我觉得这一场可以独立做一集，真的，四季鬼故事，ITC 只有30寸，火枪兵到底打了多少？Lucky 的火枪太猛了。534寸打544，军团兵出来了，一起刮强弩。精英百夫长，主要是 Lucky 的这个火枪很难处理，没头车太难处理。
这边这个宝会掉吗？Unbelievable！ 这一波大波的哦。我跟你讲，现在右边怎么输，就是靠三 P 砸到自己火枪，靠三 P 砸到火枪，或是火炮砸到火枪。把高品拿回来。西头队，西头队好鬼哦，用这种阵容在跟天启队打。We going for work game, boys. Get ready.警察也他妈 get ready！ 干，这个真的是史诗级的，这史诗级了。其实他金冠是一个小时二十分钟点嘛，对不对？我发现他不会被骂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对这一盘来说是前期。三 P 没事啊，他前期点金冠啊，没事啊。哎，他怎么了吗？老鹰上来，老鹰好像没用哎、欸，我要米哈与射手，米哈与射手好了啦。这里还有在控哎、欸，好屌哦、喔。这里也有在控哎、欸，西头哥这边资源快顶不住，这很难打。马来这里，锤子还走进来，我就等一发三 P 砸七 P， 真的，我就等你一发。西头顶不住这大象啊！西头的压力很大，西头压力很大。头车赶快自己的一发，这里火枪一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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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逮到你抓一发。这边还有火炮塔，干回推吗？聊天室，谢谢铺丁330块的赞助，地面两个半小时达成。主播早餐想好吃啥了吗？我跟你讲，这边再回推，我很怕。
们要不要存档回？哎、哦欸，自己进来了。西头哥被马来打进来了。西头队剩这里了。可能要喊鸡鸡的哦，西头队。应该要狙了吧？应该要狙了吧？哇，好累哦！哇，刀冒一线了。Game of the Year， 就是这一盘。Game of the Year。低头哥在跟Genji聊天啦，低头哥没有要放弃啦。这边是顶得住吗？火枪兵上高地了。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一发了，一发了，到贸易了，到贸易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哎，这边其实白夫长冲上去蛮危险的哦。是。到贸易了，大家通通起来。解掉，解掉，石头一个要570块哦，石头一个要570块，但是他们照买哦。
这边最后守住，但是西头家里很难守，这里乱干一波有没有机会？格子嘛不够凶啊，打不赢游侠，肯定要喊了。什么啦？啊！聊天室这个时候要七七七还是点点点？等等，七点要去爬山。最后一波了吧？这边跟几嘴炮回去说 "God you"， 哎，垃圾话开始嘴起来喽 ，"God you" 是不是？女射手大量在下路帮忙射。主播抱歉，刚创业资金压力有点大，退掉会员了，没有问题，没关系，加油，真男人加油。我刚聚餐回来，尼尔，我跟你讲，今天不得了了，太累死。我跟你讲，跟几队根本就不用太开心呐、啊！你右边这种阵容打左边的阵容，那快三个小时 ，God you 三小，不要再 God you 了！我跟你讲，我等下铁头起来，我全部下半场全播，我看你跟几队怎么赢。谢谢 Pudding 加入我们的会员。我跟你讲，我等下头叠起来，我下半场全播。我就不信你每一盘都三小时。God you 三小。哦，你这右边打那么久。你右边打那么久。
有些话不要乱讲。谢谢尼尔的170块赞助。我要喝个红牛提神吧，我什么都不能喝，我现在喝水。哎，对，怎么没有人提醒我喝水啊？我这整个3个小时，我好像没有喝过一口水。谢谢尼尔。哇！天机，哇！明天9点哦，9点补播，这个不行了。我跟你讲。聊天室，聊天室，我跟你们约好，不准有人先去看比赛结果，不准，好不好？明天9点我们来，反正这边就1-0而已，他们还有得打。好吧，明天9点。哦，今天九点。喊 GG 了，我们恭喜 Genji 队在第一盘的4强战，2小时47分37秒，终于拿下了第一盘。这个我发誓，这是我有史以来播过最煎熬的一盘黑森林。火枪兵有1060只，我们来看一下统计数据。杀了5300只单位，一场比赛里杀了5300只是什么概念？右边的阵容屌到不行，你投石车只有打3300三小。5300真正 carry 的勃艮第 Lucky， 其他人没什么好说啦，史诗级的，一场杀了5300。来看一下经济，哇，这个贸易17万。这个，哇！来，真勇者，快要3个小时，卡米嘎哇120手速，一场比赛杀了5300只单位是什么概念？直接进来看这一场，好。